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雨飞。今日新闻概述如下：首先，美国股市今天再次迎来好消息，S&P n 500指数在创下年度第三十五个记录后继续小幅上升。联邦储备主席鲍威尔开始向国会进行半年度证词更新，投资者们密切关注他的发言对市场的影响。接下来。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正在扩展其在欧洲的影响力，计划在土耳其建立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新工厂，这将是比亚迪在欧洲的第二个工厂，旨在避开百分之四十的土耳其进口关税，并进一步巩固其全球市场地位。最后，印度总理莫迪近期访问俄罗斯，试图深化两国关系，并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 自战争开始以来，大约五十个印度家庭的亲人被骗参战。莫迪希望能够带他们回家。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Yahoo US 报道，周二美国股市有望继续创纪录的上涨。投资者在联邦储备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开始向国会提供半年度更新时，评估了市场回调的担忧。标普五百指数在周一创下第三三十五次历史新高后。 上涨约百分之零点一，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前一天创下历史新高后，上涨约百分之零点三。道琼斯工业平均,均指数则是唯一一个下跌的主要指数，跌幅约为百分之零点四。鲍威尔在参议院的证词中表示，美联储需要更多的良好数据来决定是否降息，并指出通胀数据已显示出一些进一步的进展。尽管如此， 市场对夏季回调的担忧逐渐增加。摩根士丹利策略师麦克威尔逊呼吁进行百分之十的调整。企业方面，英国石油公司 BP 的美国上市股票在早盘交易中下跌约百分之五，而诺和诺德股票在 Wygovy 在一项竞争性减肥药物分析中输给礼莱公司的 Montjaro 后也出现下滑。Yahoo US 报道。 比亚迪公司 BYD 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土耳其开设一座价值十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工厂，直接威胁特斯拉 TSLA 在多个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尽管比亚迪自2021年以来已经在欧洲销售电动汽车，但其大部分销售仍在中国。然而，比亚迪正在积极扩展其全球足迹，土耳其的工厂将是其在欧洲的第二个设施。 该工厂位于马尼萨省，年产能为一百五千辆电动汽车，并将包括一个研发部门。比亚迪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势头强劲，最近在泰国开设了东南亚的首个电动汽车工厂，并在巴西接管了福特汽车 F 的旧工厂，将其改造成电动汽车工厂。尽管特斯拉报告了连续第二个季度的交付量下降。 但比亚迪在第二季度创下了986,720辆电动汽车的销售记录，同比增长57%。然而，比亚迪也面临来自小型竞争对手和初创公司的挑战，特别是蔚来。其最近也报告了创纪录的销售数据，并计划在明年向欧洲推出一款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l j a z e r a 报道，在印度的加林彭镇。 安比卡塔芒对丈夫乌尔根塔芒前往俄罗斯寻找更高薪酬的工作计划一直持怀疑态度，但无法阻止他的坚持。乌尔根在今年一月十八日离开家乡，支付了六十万印度卢比（约七一百八十美元）给一名中介，结果发现自己被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上，像塔芒家族一样。 近五十个印度家庭的亲属被欺骗到俄罗斯前线作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预计将确保这些被欺骗的印度人获释。乌尔根在抵达俄罗斯后，通过不稳定的互联网电话联系了家人，告知他们他被困的情况。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上个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 也向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提出了这一问题。印度政府正努力确保这些被欺骗的印度人安全返回。塔芒家族在加林蓬镇紧张地等待着，希望莫迪的访问能够带来好消息。《环球邮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求深化两国关系。 在北约领导人齐聚华盛顿之际，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致命的导弹袭,袭击，击中了基辅的一家儿童医院，造成至少四十二人死亡。普京在会见中强调两国的特别优先战略伙伴关系，而莫迪则呼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尽管莫迪没有谴责俄罗斯，但他也没有参加上周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 由莫斯科和北京创立的安全组织峰会，莫迪的访问在印度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但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袭击报道相对沉默。莫迪表示，印度得益于俄罗斯的支持，能够在能源需求上避免困境，并且两国在核能领域也有合作。尽管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使得印度对俄罗斯的态度更加复杂。 但莫迪预计将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国防和贸易方面。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主持北约峰会，纪念该军事联盟成立75周年。此次峰会将重点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特别是在俄罗斯对基辅的儿童医院发动导弹袭,袭击后。新任英国首相吉尔斯塔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出席。 北约成立于冷战时期，旨在应对苏联的威胁。目前已扩展到32个成员国。此次峰会还将关注防务支出问题。美国希望其他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此外，北约还将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拜登的连任竞选也可能影响峰会的气氛。 特别是在前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的批评和对乌克兰援助持反对态度的背景下，尽管北约试图展示团结，但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分歧难以掩饰，特别是土耳其和匈牙利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拖延态度。《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政府的科技和电信执法者将面临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激烈质询，联邦贸易委员会。 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领导人将前往国会山，为他们要求增加预算辩护。FTC 主席利纳汉在准备好的证词中表示，预算削减将对该机构造成毁灭性影响。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则强调，增加预算将帮助该机构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此次听证会还将讨论网络中立性问题。共和党人可能会质疑 FCC。 在恢复奥巴马时代的网络中立性规则后，计划如何扩大监管？隐私保护也是重点议题。共和党人反对 FTC 通过新规则来加强数据隐私保护。FTC 的两位新任共和党委员也将首次在国会作证，听证会将揭示他们是否赞同汉的政策方向。 环球邮报报道，沙特阿美公司在经过三年的沉寂后，于周二重返债券市场，加入了今年通过市场筹集资金的海湾地区顶级公司和政府行列。沙特阿美计划发行十年、三十年和四十年期的债券，预计将通过这三部分至少筹集三十亿美元。此次债券发行正值夏季流动性低迷前的最后窗口期，吸引了包括花旗。 银行、高盛国际、汇丰银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 SMB 资本等在内的多家银行参与。沙特阿美公司一直是沙特国家的现金奶牛，预计二零二四年的股息将高达一阿拉伯四十三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归沙特政府所有。最近，公司还签署了多个重要协议，包括与美国能源公司 Sempra 签订的液化天然气购买协议。 这表明公司将继续积极进行收购。环球邮报报道，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方面领先全球，这是该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取得进展的最新标志。根据美国 AI 和分析软件公司 SAS 与 Common Parks Research 的调查，全球1600名行业决策者中，8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了生成式 AI，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在生成式 AI 领域的快速进展，得益于微软支持的 OpenAI 推出 ChatGPT 后，众多中国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版本。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14年至2023年期间，共提交了超过3800项生成式 AI 专利申请，而美国同期仅为6 r 7 6项。 尽管许多国际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商在中国面临限制，但中国已经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国内产业。从字节跳动这样的科技巨头到智谱这样的初创公司，企业对生成式 AI 的采用预计将加速，价格战可能进一步降低大型语言模型服务的成本。《南华早报》报道，俄罗斯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和平论坛上指责西方不断的讹诈和压力。 并试图将金砖国家集团定位为一个包容性的力量，以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伊戈尔·莫古洛夫在清华大学主办的年度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单极世界秩序正逐渐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多极化的系统。莫古洛夫称，金砖国家集团不同于西方，它不寻求孤立经济体。 而是促进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金砖国家集团成立于二零零九年，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南非于次年加入，今年又扩展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金砖国家现在占全球人口的近一半和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以上，超过了七国集团。莫古洛夫表示。 金砖国家集团的扩展反映了其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并将无疑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他还提到，金砖国家正在努力建立一个独立于任何第三国主导的金融系统，成员国之间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的情况正在增加。南华早报。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的国际电商部门正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帮助跨境商户进行翻译、内容创建和产品退货。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务副总裁张开富在新加坡的的路透社 Next 大会上表示，他对这一技术的潜力充满信心。尽管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张开富指出。 中国在 AI 创新速度上几乎与美国持平，并强调了中国和欧洲在开源 AI 技术方面的全球发展。阿里巴巴一直在努力提升其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包括 AliExpress 和 Lazada，特别是在其国际电商部门重组为独立业务之后。尽管阿里巴巴早期的优势逐渐消退，销售和增长被 Shane 和纳斯达克上市的 PDD Holdings 的 Temu 所超越。 但其国际数字商务集团每年仍有三亿消费者和超过一百万商户，成为阿里巴巴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之一。该部门的收益在去年十二月季度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纽约时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郊外住所漫步，乘坐高尔夫球车沿小径行驶，品茶聊天，并在普京的马超里抚摸马匹。 这个场景展示了一种令人清醒的现实。尽管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但其他国家仍在根据自己的利益与莫斯科保持联系，帮助普京巩固俄罗斯的经济和战争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莫迪的拥抱表示极度失望，称其为对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尽管西方领导人试图让印度公开反对普京的战争。 但莫迪选择保持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自冷战以来一直在培养。莫迪的这次访问恰逢北约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进一步证明普京没有被西方领导人试图施加的孤立状态所困扰。《环球邮报》：北约领导人将在华盛顿召开峰会，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跨大西洋支持。但对于东道主美国总统拜登来说， 这次峰会同样是展示他能否胜任未来四年总统职务的重要机会。拜登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表示，他在峰会上所做的工作将是评判他继续担任总统能力的良好方式。他强调自己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所展现的稳定领导力，认为这是他应再任四年的原因之一。然而，拜登在连任竞选中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部分民主党议员和捐助者对他的能力表示怀疑。白宫希望通过峰会期间的正式会议、领导人间的边线交谈、长时间的外交晚宴和新闻发布会，向动摇的民主党人展示拜登仍然具备领导能力。尽管如此，拜登死在具体和逐步的行动上有时显得困惑，但总的来说，他的精神状态并未引发信任危机。 北约峰会预计将公布乌克兰加入联盟的路径，并讨论加强乌克兰空防和军事能力的措施，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的侵略。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份详细点报。 更详细的内容，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以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 d o brave dot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